是。这儿就是博客岛，阴沉多雨，并且寒冷。不过这里已经是我们这儿的好天气了。其实这里不是因为天气闻名，而是因为我们的龙。是的，这些龙过去曾经是个大麻烦，非常伤脑筋。但是现在问题已经解决了，如今龙和维京人成了最好的朋友，可以说我们相处得很和睦，一起生活，一起干活。龙甚至在我们全新的孵化场里生儿育女。制服这头野兽。
更好？让我看看。好吧，还不赖吧。你终于回来了，小哥哥。我们一直在找你。找我？哇，看来有人的火气很大。小哥哥，你老爸确实也在情况上。小哥哥，我们必须除掉这条龙。爸爸，所有的龙都能被驯服的。你。解决不了问题，快把这条龙给放了。什么？你想让我们把这条野兽给放了？是的。你敢面对不带嘴套的疯龙？是的。那祝你好运。不用担心，我能让它平静下来。别紧张，大块头。冰龙的时候，大家都以为你疯了的事儿吗？
都能被驯服，就算是一条不可驯服的龙，我也绝不放弃。我可不记得这个故事和蝴蝶有关。你知道谁喜欢蝴蝶吗？龙宝宝，快去铺外场。Yeah.
确实也挺让人伤脑筋的。但你知道吗？在摩克岛上，这就是我们的生活之道。你说，是吗？